放肆的哦，好不好？后面假下面我们再选一下餐厅。对，然后辛苦各位哦，其实我觉得今天挑战赛应该是还好。真没没有还好啊，就是等下下公车没办法拉完。对对对，然后下公车可能会哎呦，哪有那么夸张？对，那就是大家其实真的很棒哦，一起结束后其实都会进步。 对，你们其实都会进步，只是你们有没有去发现你们会进步而已。不要小看练这一天，你有练一天。